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，简廷瑞 Joy 演出电影《我的少女时代》中校花陶明敏一角爆棚。2020年10月初，惊喜宣布结婚消息，隔月又火速公开怀孕喜讯。尽管暂时保密详细周数，仍不时会与粉丝分享孕期生活，尤其是最近出门吃饭时，店员突如其来的举动让他不禁感性直呼超贴心。简廷瑞2020年闪电宣布结婚，图翻摄自 Instagram Vision 画面中可以看到，简廷瑞放下一头长发，尽管只化淡妆，气色依然红润有精神，身穿杏色长袖上衣，搭配橘色针织洋装，相当映衬他的白皙肌肤，贴身剪裁刚好凸显出日渐隆起的孕肚。店员拿了一个东西让简廷瑞垫在下背处，图翻摄自 Instagram Vision。 值得一提的是，简廷瑞坦言新年第一天出门吃饭就被暖到了，原来是因为店员注意到她是孕妇后便拿了一个东西让她垫在背后，这个给你靠着会比较好做。对方默默关心的举动让她觉得好温暖，容易腰酸的孕妇真心感谢简廷瑞，谢谢店员的贴心。图翻摄自 Instagram Vision。 简廷瑞 IG 全文。2021第一天出门吃饭就被暖到，店员这个给你靠着会比较好做，至默默一个关心的举动就觉得好温暖，应该不是我变得太感性吧，容易腰酸的孕妇真心感谢。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再走啊老板。